好，大家好啊，我是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张景忠。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曾玉仪教授来接受我们这个国际汉学平台的访问。那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访问他介绍他。那郑老师是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那他在台大中文系的资历其实非常完整啊。可以说是从基层干起，然后从助教一直做到系主任，这个非常难得。那他在教学研究之余呢，当然也很热心的服务学界，所以包括系主任也是服务嘛，那这是很大的一个牺牲啊，服务。那他后来做了这个中文学门的就科技部中文学门的召集人。那后来做了人文师的师长啊，那他在人文师就是人文学门这样的一个区块，其实贡献很多啊，推动了很多活动，包括配合这个新南向的计划等等啊。除了服务之外，他教学研究方面的杰出得了很多奖项，包括台大的教学杰出奖啊，科技部的研究杰出等等。所以可以说在中文学界近年来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啊。那所以他在2018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32届院士的时候，我想我们一方面很高兴，那一方面其实也不意外啊。那对我们做人文的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啊，特别是中文学门啊。所以我想今天能够来访问他，是我真的是很大的荣幸啊。那我接下来我简单讲一下那个郑老师在研究方面的不同的领域啊。他从这个文论诗学到这个空间、身体，特别是抒情传统啊，这几个领域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领域了啊。那大家都很清楚。特别是抒情传统在台湾中文学界就几乎是我们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领域啊。所以郑老师在这方面呢是非常精辟的研究。那我看一下他的著作这个书名啊。就前面几本像这个六朝文气论研究，这个应该是说论后来进一步的发展啊。然后还有这个六朝艺术理论中的审美观研究啊，六朝情境美学，所以几乎都是六朝方面的一个研究啊。然后呢后来他在大概2000年左右啊，有一本叫这个性别与家国啊，这个副标题还是汉晋慈父的这个楚骚论述。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很重要，是它介于前面的六朝的研究跟后面郑老师所开拓出来的新的研究领域，中间几乎是一个分水岭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后来我们都知道，那郑老师非常有名的书叫《人》，文本风景啊，就是自我与空间的相互定义，然后是这个隐僻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以及资语言诗国革命新论。那我提到这几本书呢其实有一个中间特别注意到它出版的时间，就是2005年、2012年、2017年哦，所以这个时间间隔其实不是很长，但是也不是很短，4-5年的时间，5-6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呢，郑院士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有一本新书出来，而且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新的领域的开拓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啊。那像我们写一本可能就很厉害了，可是郑院士在这样的短短的时间写了3本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啊。所以因为装书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然后局部的发表讨论，然后才变成一本专书嘛啊。所以然后我们可以想象，在这几本书的同时，他做那么多的这个行政服务教学，实在是非常佩服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访谈呢，我想我们就分三部分来进行啊。那第一部分，我想先请郑老师谈一下，因为前面讲到这几本书，然后之前的这个六朝的研究啊，这样的一个学思历程啊，学术的经历啊，是怎么样的一路走来啊？那有什么感想跟心得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要特别谢谢景宗老师啊，这个还拨冗，而且前面很多鼓励的话啊，谢谢。那我想第一部分呢，景宗老师要我谈的，可能就是我的求学历程啊。那第二部分可能就是说我的研究的发端，就是研究是怎么开始的，从哪里开始的。那在求学历程里，我想那个漫长的求学时光里面啊，会有一些让我们记忆特别深刻的课程啊。那第一个我就想起来像张亨老师的西洋文学理论这样的课，那么是在这个课里的某一次的讲义里面我读到陈世香老师的《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释论》，那也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启发，所以完成了我在硕士班发表于中外文学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就是《诗源情与诗言志》，诗歌创作过程的两种模式。我觉得年轻时候写研究论文是非常有意思的，你会真的很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比方说这个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去想说，在诗歌的创造过程里面，当我们说情动于中，情动之后是不是一定还要加上志向这件事情，那如果情动之后要加上志向，在创作过程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好，那这个大概是我第一门觉得最有意思的课。好，那第二门呢，我就会想到应该是廖卫青老师的课。那廖老师呢？这个应该是说我六朝文学的启蒙老师哦，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呢就修过他的《文心雕龙》，然后研究所又修过《世说新语》的研究，或者是《文学批评史》啊，所以在这些课程里面呢，我觉得廖老师有一个非常精到的诠释，就廖老师的话不多。可是往往三言两语呢，就把这篇文章或者这个学术时期的重要发现呢，很精到的表现出来，所以那个也是常常让我非常惊叹的。那除了文学的课程或思想的课程，那我也选修了像语言学的课程。那时候梅广老师的课程呢，叫历史语法啊，这个相关的专题讨论。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课程里对于语言学或者语法学有了新的认识，也开拓我后来研究文学的时候很多新的资源啊。那在那个课程当中，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比较句中如似比的问题啊，怎么样从原来只是表达他们的相似性，到可以表达高下的差等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语法研究的历程啊。那因为梅广老师就是在上个月20几号的时候过世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怀念他，因为他也是一个话不多，甚至有一点害羞的老师。那课堂上非常严谨，可是呢我们充分可以感受到他对学生的照顾。比方说那时候很多语言学的专书都是禁书，就是没有办法取得的，可是梅老师呢会把他家里的书搬到他的研究室啊，让我们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借钥匙进去看。那有时候刚好你在看书的时候梅老师进来了，那你心中有一个问题问他的时候，他当时在第六研究室的黑板上就直接说明起来了。我觉得那个都是求学里面最难忘的时光啊。那这个大概是老师的部分。那我自己也很幸运参加了这个月寒堂论学的社群，那里面有很多著名的师长，像严坤阳、龚鹏程、柯庆明老师、吕正慧老师、蔡英俊老师，
当然还有我的这个同辈的好朋友廖栋梁教授哦。我觉得好像我的博士班的时期就能够参加这样的社群，好像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当时文学理论术语的研究领域里面。而我后来想一想，当时的台湾中文学界呢，在纠结什么问题呢？其实是纠结着我们要不要用西方理论啊？那我想张老师知道，当时颜渊淑教授的新批评跟叶嘉莹老师之间的论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怎么突破那个传统研究生平交游这样的一个研究模式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对这个问题是感兴趣的。因为这个研究群的参与，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相关的报告，所以就会刺激我说，哦，我要知道更多。那我记得当时在研究生宿舍上的这个书架，真的书是五花八门，我不晓得现在可能也是啊。那书架上有这个古书虚字集解啊，古典的文章里面那么多虚字，到底每一个字是什么意思？还有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啊，美学，橱窗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啊，还有比方说徐副官先生的《中国人性论史》啊，还有最常拿在手上的是牟中山先生的《财性与玄理》啊，当然也没有忘记有一次通宵读完张爱玲的《半生缘》啊，那个长篇小说，那读完以后天色微亮。可是却是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觉得为什么是回不去的那个小说的结尾啊？所以这些都会让我在求学或者研究过程里面记忆非常深刻。那刚刚景中老师的第二个问题可能问说，研究的发端，或者是说研究是怎么开始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在研究过程里，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进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基本的方式是我比较 prefer， 比较常常从那个角度进入，就是我会希望讨论那个根本的问题。好，那我自己从像景中老师刚刚说的六朝文气论，后来变成文史重刊的六朝文气论出发，我就觉得气的这个概念大概是我研究的发端。好，那当然学术研究都是一种很体验性的旅程。有时候很多问题都是在你脑海里已经搅扰了千百回了可能你会在不断的阅读跟不断的思考当中，又不停的去交锋或者是问答。那有时候你看到突然的一个字或一句话会让我们停下来再多想一点可能的答案啊。那当我硕士论文决定要做六朝文气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先秦到两汉的气化宇宙论应该是我研究之路的基础。后来不管我做气性到文气，或者是体气到气运我觉得气这个学说呢，贯通了所有我原来可能觉得被遮蔽或者是各自孤立的问题它打通了人的身心跟文的多元生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非常注意气的这个概念我想最早的发端可能是大学大四的时候念廖老师的《文心雕龙》这一门课。那我打开《文心雕龙》呢，我第一个觉得最狐疑的就是，这明明是一本讲文学创作修辞的书，可是为什么第一篇是原道篇？而且原道篇讲的是说不只是人写的文，天地万物的文都可以包含在这个文的概念里面。所以从气的概念呢，我就开始去讨论这个文的概念跟原道的关联。所以后来我就写了刘勰的《原道观》这样的一篇文章讨论在中国人文传统中，宇宙的万物呢绝对不只是对象性的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本体性的有意义性的存在。那透过天地万物之间的形象，它显示宇宙之间如其所示的道理而且这大大开展了我对于传统文的观念，或者是天文人文是如何相应这样的宇宙观的视野我觉得这个文的观念对我的启发
并不亚于陈世香先生的诗观念对我的启发。那我尤其记得很多阅读的心得，多年以后都还会浮现出来。像当时牟中山先生对于一句话的解释，那个是意系词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他说这句话的解释里面那个一是副词，那阴阳是分解来说气，可是一阴一阳是表示变化的过程。可他进一步又说，哦，你不要误会，阴阳或者变化的过程都不是道。他说真正的道呢，是生成这个变化的过程，而且跟着这个变化过程一起显现的，那才是道。所以我觉得看了不管是徐副官先生或牟中山先生的书，会让我们的理论或者是思考一层一层更深化或者是更提高。我觉得我们不能轻忽我们平常阅读的创作过程受到的启发，因为这个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到我最近在诠释民国初年藤固或者是钟白华的文艺美学的时候，它又出现了，而且被用来形容笔墨线条，那这个让我就进一步的诠释啊。比方说我就会想，那么在阴阳变动的过程当中，它不但显示出宇宙的秩序而已，阴跟阳其实是一个相对的两个元素，那因此它就会不断对抗，也要不断调和，也要不断生成，这是一个自然的节奏。那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样的自然的节奏和姿态，就能够体会大自然的秩序或者是条理。比方说在绘画的过程里，这个线条常常是浓淡疏密的，它本身就有一个动态，像我们最后后面的这一幅画，那诗歌呢，常常在或显或隐或者是断或者是连当中把内在的心绪表达出来，那音乐呢，常常在高下或者是快慢当中展开。那我们更不要忘了谢赫的古画评论里面的第一品，就是气韵生动，那这当中融合了绘画、诗或者是音乐的植树，那等于把宇宙和生命到各种艺术之间相互借力的那个节奏之力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节奏其实是新语词，古典里面并没有节奏这样的一个词语，有节有奏，没有节奏。所以当古典这个气韵生动借助新语词的节奏把它重新诠释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是在研究过程里面好像很无与伦比得到的一种快乐。好，这个大概是我对于求学或者是研究的发端可能做的简单的回答。不过郑老师刚才所讲的这个学士历程呢，事实上就可以呼应我们常讲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里头得到一些乐趣，可以才可以继续下去。那从郑老师刚才的一个谈自己的学士历程里面，他提到张衡老师教这个西洋文学概论，这当然对老师是很特别，因为中文系开西洋文学概论，这个很不容易啊。那郑老师也提到课堂上提到陈世香先生的文章啊，所以就顺便带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抒情传统。那我记得王德威在您的这个《知语言》这本书的序文提到说，您大概重新发明了抒情传统，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非常好，就是我们当然都知道陈世香先生的抒情传统，但是一路走来到了郑老师这里，他变成重新发明一个新的抒情传统啊。所以这里头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非常有意思，那所以就让我在想到底抒情是什么，它是可以，假设它是一个传统，它如何在这个时代被重新发明出来，还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名词吗？还是一个动词，还是一个很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一个文类吗？还是一种模态啊？还是比文类更小一点的体式？所以它会让我们想到更多，就读郑老师这本书了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请郑老师谈一下，这个到底对您而言，这个书经传统作为一种批评模式，还是跟创作美学之间有什么关联啊？那特别是谈到文类，那如果抒情是一种文类的话，它必然只是诗词，那之间的一个关联到底是我们要怎么来看？请郑老师。好，谢谢张老师。谈到这个抒情传统啊，那就像您所说的，抒情性、抒情传统，在不同的使用者的语境当中，它会出现不同的指涉。那对于我来说呢，抒情传统也许简单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打开多元论述的场域，而且它对于对应现当代或者是比较文化，它都具有很积极的意义。那很多人谈到抒情传统，大概马上会想起来的就是1971年3月的时候，陈世香先生在美国的这个亚洲学会的年会 AAS 发表的如同宣言的一篇演讲稿，他说是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那我们大概很简单可以翻译成中国的抒情传统。很多人谈抒情传统会从这篇文章来讲，可是我想实际上来说，如果我们要为抒情传统下一个范围，它应该是指说受到陈世香、高友公两位先生的著作以及受到他们的启发，进而对于中国文学重新诠释或者是批判所构成的持续性的研究成果，也许这样可以总括抒情传统的这个一个领域或范围。那如果以陈世香先生来说，他提出的主要是中国文学发展呢，他认为是偏重一个抒情传统的表现，他强调这个独白性、韵律性，而且他利用字源的方法来考察，比方说一些观念词，像我们常常知道的诗啊，或者比心的心，或者姿势的姿、姿态的姿，这些观念。那么他考察的是说，在文学发生之初，比方说情动的时刻，或者第一个字要吐露出来的时刻，是如何具体显现为全体身心的活动啊？那我们想想啊，元始初明那个诗歌五乐合一的状态，应该就是情意姿态最好的展现啊。那对我来说，其实陈世香先生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他对于身体或者体现观念的提出跟阐发啊。那因为有了身体跟体现观念的提出跟阐发，其实他沟通了中国文学跟思想相互诠释的可能性。所以我记得在晚近中国思想也非常谈到在身跟心要合一来谈，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心感或者是领悟心会，其实都可以连接起来看。那至于高友公先生，我觉得他是把美感经验放到知识论里面来谈，尤其是结构语言学来谈，当然他后来超越了这个结构语言学，进一步去体现说这种内在的价值和理想或者是判断会构成怎么样一种抒情自我。所以基本上高友公先生从抒情自我到一种汉语语言学的表意姿态或者是表意模式，这两个角度影响很大。所以比方说像蔡云俊教授，他就特别谈到传统中国语文或者是古典文学里面这种表述意在言外的特殊模式是怎么一回事。那两位先生的研究呢，会引发我们对于中西比较文学、抒情自我的建构，或者古典语文表述的特殊模式，乃至于社会功能的关注。那近来我想张老师知道，像王德威教授或者是黄锦树教授，他们也把抒情传统讲到了近现代，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说，
后来的研究早已经超出了陈世香、高友公两位先生当时所谓的抒情传统的面向。好，那后来我想我自己的抒情传统的研究呢，有一个根本的考量，我会觉得抒情传统如果从上古讲起，至少讲到中古这个时期，我们是没有办法单独把文学跟经学、史学或者是子部思想类这些文献分开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谈抒情传统，我们必须把它放回种种实际产生这个论述的脉络里面来谈。所以我就会想说，那实际放回这个论述脉络来谈，它就不能仅仅只是自我、个我的表现。所以我的谈法会跟抒情自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会觉得抒情传统里面呢，不能仅仅只是自我的表现，也不能仅仅把是作者当作一个优位性来谈抒情的表现。所以我自己在《隐僻连累》这本书里面呢，就会总说从先秦逐步发展而来的可以跨越个别物种来解说宇宙建构世界的方式是什么。对于我来说，这是中国传统自己的物体系。当然我们知道西方的社会学也有物体系，可是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物体系很特别，它不是去分析对象，不是按照一种非常精准实证的方法去计量或分类，而是让物象不可思议的彼此相互亲近。那我想在我的研究里呢，说明这些一切的现象都可以由小到大，而且观为之助，它可以建构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一个认知体系。那作者呢，作者其实在下笔之初就已经存在一套这样子连累的认知体系，因为这套体系如此的熟悉上手，所以这个物系统就会成为他要创作的时候自然发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最后我会觉得说，抒情传统的抒情是什么，大家可能会很简单的解释成情感的表露或抒发，可是这是不够的，因为这太局限在自我了。那也因此很多人就会谈说，那抒情的创作呢，有什么样的文类，或者有什么样的内容结构，或者是作家的生平背景等等。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够，因为整个抒情传统要谈的可能是要汇通不同的时代在经史、在思想、在文学领域里面那些关键性的事物的秩序。因为我们常常说感悟或者是应物思感，所以物跟我之间、物跟心之间的关联是什么，那抒情传统要探讨的应该是这个感知体系里面具体而为的那个部分。好，当然这个古典的同质性传统在1905年科举废除以后呢，它就遭遇了西学或者是新学的冲击。所以传统呢，当然它就失去了彼此相得的保存者和传承者，那同时也失去了因为受启发而来的情深意动。所以我最近从事民国诗学的研究，主要就关注说新诗在失去了旧诗拥有的固定的格式、用典的方式，还有彼此程度相当而可以领会意在言外的作者和读者群之后，那新诗人怎么办呢？他怎么在欧西的理论跟古典传统之间往复的借取、摸索、折冲，而尝试重新建构自己的新传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新旧诗交接的时代接下来要继续做的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刚才郑老师其实从整个抒情传统从陈世香啦、到那个高友公的抒情美典，一直到王德威老师，然后也提到黄景树以及国内的，那这样看起来这个抒情传统事实上是好像绕着地球走一圈从陈世香先到中国到美国，然后在美国发扬光大。
那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有个西方的说法叫做理论的旅行啊、Traveling Theory。 那如果把抒情传统在美国然后又回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旅行啊，摆在 Traveling Theory 这样的脉络来看，后来但廖栋梁、陈国球老师啊，他们都也加入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行列啊。所以显然抒情传统比中国文学其他的关键词得到更多的关注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所以因此在台湾正如刚才我也说嘛，王德伟老师说郑院士是重新发明了抒情传统哦，他是在台湾发明，他变成一个中文学门一个亮点。那这几年我们就常听到抒情传统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啊，所以讲到古典呢，就要讲到抒情传统哦，这样的一个论述的方式。那当然，在原来陈世香先生是在一个比较文学的脉络来谈，而在台湾今天谈这个抒情传统，几乎是在一个中文学门的脉络来谈。那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摆在一起看的话，它其实是一种流变啊？那中间有什么异同？还是我们今天不谈比较文学，谈跨领域、跨学门啊？事实上也很可能是，其实还是比较文学。那这点能不能请郑院士再进一步的阐述？好，谢谢。我想刚刚从那个张老师也提到了历来参与抒情传统的研究者，还有包含我提到过的。你可以发现它跨越不同的时期嘛，从上古到现当代，然后也跨越了中文外文的学门，甚至跨越地域文化，比方说黄锦树、高家谦他们都是属于这个不是台湾本岛的那同时把南洋的带进来，所以在我的想法里面，抒情传统它并不专属于一时一地或者是单一的文化。它是变动生成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传统或者是流派。那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就是陈世香、徐副官跟杨牧为例。那我们都知道，在1948年的时候，已经在美国任教的陈先生就发表了《陆基文赋》的音译。那他有一篇序文，那个名称是《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the Darkness》。就是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啊，他表彰这个陆基是中国文学创作论的第一人啊。那我们也不要忘了陈世香先生的好朋友徐副官，他也写了一篇《陆基文赋书试初稿》。而陈世香、徐副官两人的学生杨牧，并列了陈老师的音译、徐老师的文章。以及他自己的教室出版了《陆基文赋教室》这本书。我们想想啊，这两代人其实是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文赋的。比方说，如果陈世香、徐副官先生是因为1940年代以后流亡海外，四顾苍茫，而发现了陆基在黑暗政局中缔造了文学的幽光，那么杨牧呢？徐副官曾经说，文化只有在得到启发的时候才会被传承，而也因为有所启发才有所开创。所以我就很想去知道说，那杨牧老师是由古典获得什么样的启发。那我们知道杨牧是出生于1940年代台湾花莲人，那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嘛，诗经、楚辞、唐诗、晚明诗文、近现代诗文、台湾现代现当代诗文，那当然也是很重要的翻译家。那他是北美的比较文学汉学教授，更重要的是他身经了日治、国府来台，而且有充分拥有西方文化体验的台湾人。所以其实以杨牧为例，这个非单一背景的杨牧，说明了对于黑暗和光明的体会，没有办法只是来自单一认同的取向，也没有办法可能只是一个单一的这个
族群的或者是家国的因素，所以这当中文学可能召唤我们意想不到的多元的体会。那杨牧自己曾经说，到了伯克莱跟陈世香老师读书以后，他才了解三千年的这个文学这个真的是古典维新啊。好，那但是杨牧的古典维新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到传统经典的寓意模式，他不是要回到传统的建筑啊寓意体系，也不是回到中战或者是冷战时期的文化移民的忧国忧民。那我们也不应该也把杨牧的研究看成只是比较文学当中自我跟他者二分对立，因为杨牧自己在从《诗经》的博士论文开始，就特别强调一种以技术作为发现的关键。这个 technique as discovery 的 technique 不可以只解释成修辞技巧。因为他说这里的技术呢，是指在语言文化的脉络中不断的探测，不断分析，不断归类，不断去问传达的意义，它的评价的所在，价值的所在。而这样的技术其实已经谈到了诗的一切。好，你会发现说，不同于陈世香或者不同于徐副官，他们好像是努力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真传本色是什么。可是杨牧呢，他热烈追求一种以技术作为发现的文学批评，可以谈论一切的技术，反而比较容易进行跨文化的讨论，不会限于专注本质认同的二分相对。所以也比较容易注意到说，那在这个后传统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后传统的时代，我们在传承的同时，其实是不能回避要反省、要抵抗、要变化。所以从陈世香、徐副官到杨牧这个角度，我常常在课堂上问学生说，抒情如何成传统？我们常常注意到的是它的历史源头，可是传统不应该遮蔽创新的部分，也就是古典它其实有很强大的对应现代的对话的潜力，它可以发明或创造新局。我们不要以为古典都没有创新的部分，其实创新跟古典是相辅相成。我想这是我从他们两代师生的例子得到的一点启发。好，我问一个就是从这边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我们谈抒情传统总是谈陈世香嘛，那当然我们就会说杨牧是陈世香先生的弟子嘛。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在杨牧的这么多著作里边，他有没有特别针对陈世香先生的抒情传统提出什么看法？在杨牧先生的著作里面呢，如果要特别讲陈世香的抒情传统这一点呢，是比较少见。对对对，为什么？对，比较少见。但是呢，他在很多地方提到陈世香先生的著作，比方说他的博士论文讲这个《诗经》的套语的时候，就特别谈到很多重要的先前的研究者，比方说闻一多先生，那也特别讲到陈世香先生早就注意到套语研究对于《诗经》的重要性。所以其实这一点正可以说明杨牧其实是不把抒情传统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传统，唯一遵循的规律或标准啊。所以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从技术来说，比方说从套语啊，从这个陈世香先生他是怎么诠释这些《诗经》的篇章，然后最近我会写一篇文章，是陈世香先生写给杨牧老师的十几封信，最近被发现的。那里面呢，陈世香先生在杨牧写论文的期间给他一封信，特别称赞说，对，我们要从看起来是套语的公式语的这个诗经里面找出创作的成分。也就是说陈世香先生也非常看重杨牧老师从创作的技术这个角度来重新诠释作品。而如果技术是可以谈论一切的，他就不会只是在抒情传统把它当作唯一的本质
或者是本色那样对待。嗯，所以在仰慕的论文里面，学术论著里面，其实很少看到直接讨论抒情传统的这个部分，没有错。我想这正可以解释仰慕并不把抒情传统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那另外一点，我从您刚才的这个谈话里边也觉得感触良多的，就是你提到那个陈士湘先生发表《陆基文赋》的音译哦，序文的名称叫做《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所以今天早上看了这个讲稿的时候，特别对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就是因为陆基大家都知道他的生平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快乐嘛，因为在就是六朝那个时代嘛，从东汉末年到隋之间短短的那个年代政权的轮替等等啊，那他当然因为家庭的关系恐怕也是遭遇很多问题，所以这里头陈士湘先生把他的文赋当作一个 light against darkness， 特别有意思。嗯，那就让我回想到说，在东西文学史上，很多重要的书都是这样。嗯，比如说 Orbach 那个 My Mrs.、啊，就是这样，在 Istanbul 没有书，凭记忆写下这样的一本颠沛流离之书。啊，鲁迅写那个中国小说史略也是这样。钱钟书写《唐一路》也是这样，对，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乱世里面出来很重要的东西，反而彰显文学对抗黑暗的时代的力量啊。所以那这样的背后的一个传统下来，那你觉得当代有没有哪些这样的书我们可以来参考的？如果是当代，如果我们把时间拉早一点，就是钱钟书以后，对，比方说民国以来，对，比方说20世纪初期以来，对对对对，那这些书其实蛮多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些五四后期的文人，当然胡适、郭沫若、陈独秀之外，我们后来还有很多文人。那这些文人，比方说像这个闻一多先生，那闻一多先生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他是一个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呢，很努力的想要为国家这个苦难的世界人民做些什么。可是他常常说他外向的路是没有办法走得很好，所以他就走内向的路。那内向的路，我们知道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楚辞》《唐诗》的研究，不管是非常复杂细微的语文学的研究，或者他自己写的古诗、古文或者是新诗，包括他的《红烛》《死水》这两个后来一直被传颂的重要诗集，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些例子还是非常多的。那更何况像当时很多文人，包含冯至啊、穆旦啊、戴望舒啊，甚至往前戴望舒，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在这个纷乱的变化的时局里面，文学不但稳住他自己，也稳住一个人文的传统。那我们知道战争政治其实是瞬息就会消亡，可是其实文学是恒久的，留下来就是恒久的。我想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对，刚才你特别提到民国以来的诗人嘛，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叫那个吴新华嘛，梁文新，他几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而且在文革那个乱世，对，他还是这样写他的。我想在那个时代，好像在尤其这个二战啊，一直到两岸分治的时代，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怀啊，然后寓诸于文字以后，就会造成那个时代的特色。是，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对，刚才您提到那个仰慕也是北美这个学界非常重要的汉学家哈，对，让我想到汉学这个字。那我们其实第三部分要谈的是那个汉学跟中文这样的一个这个区块啊。那我想郑老师在中文学界担任教学研究很多年哦，那对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以及学术建设的贡献当然很大。那我想
那我们在台湾谈中国文学研究，那这几年我们谈汉学，国际汉学，所以如果把中国文学研究摆在就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摆在一个国际汉学这样的一个脉络来看，这是不是可能的一个出路啊？那这特别这几年大家谈这个国内高等教育双语等等啊，比如说中文系是不是用英文教甲骨文啊这样的话题，大概都可以在汉学这个脉络来解决了啊，它也不是那么的不可能这样。那中国文学台湾是可以当作汉学吗？啊，有些人这么问。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困惑了。那在台湾的这个这种中国文学的研究跟台湾当代，比如说我们有台湾文学，中间有没有什么就是不见得是冲突，但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重叠，或者是有分叉的录像啊等等。我想那不晓得郑老师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想法。好，谢谢张老师。其实这个我不敢说有什么想法，应该张老师对这个议题呢会比我更熟悉哦。那我就简单谈一下说汉学这个词语呢，当然最早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可是晚近我们都已经知道汉学它变成一个共通的学科，所以如果我要谈汉学的话呢，基本上我会采取一个跨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现在汉学的发展啊。我们知道汉学的研究机构其实跨国的，然后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区间里面，那尤其现当代移动都变成日常了嘛，是是。那在移动成为日常的现当代呢，空间的位移一定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语言文化的交涉、转移、冲突啊，当然一定显现出差异、混杂，还有所谓的共生啊，这些都成为必然了。所以我想我们很难用学系或者是领域去从单一的角度或单一的文化认同来谈汉学啊。所以如果不直接把汉学呢全等于 Chinese study，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最近有非常多的一些研究的架构都可以扩大挣脱那个跟 China 相关的一些研究的束缚。比方说汉字文化圈那是最早的哈，然后东亚汉学华语语系，还有近来盛行的丝路研究啊。就我所知，丝路研究不但有地质学的专家啊，地理学的专家，同时也有文化学家或者是文学语言学啊。那这些种种的研究框架都可以看出来，它明显去松动或者甚至说有意去挑战原来只是基于政权国界划分的那个界限啊。所以我的想法是说，其实台湾的汉学研究者不需要自我设限啊。那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复杂交缠的世界文化体系里面，我想台湾作为一个太平洋岛链重要的一环，最近不管是防疫或者在地缘政治上，台湾的地位被讨论的更多啊。台湾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内聚的本土性，同时它因为作为一个岛屿，它也有向外的开放性啊。一方面我们说其实就在台南有一个史前博物馆嘛哈，那里就有距今5000年前已经存在的南岛文化，那更不用说从16、17世纪以来作为东西两大洋之间的航路的不管是中继站或者是转进点，你会发现台湾已经是在世界航线中的一个交错经济、政治、文化或者是战略等因素的复杂的节点。好，那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复杂的地理关系，台湾的特殊地位呢就会带来多语族、多文化的一个背景，你会发现好像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堆叠很多外来的影响。那我们接收、我们模拟、我们借用、我们再制，所以其实岛屿台湾是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记忆还有认同的想象。我们可以说
其实台湾早就在跨文化的情境里面啊。当我们说出一个字，比方说达人啊，哦等等这些，当我们说出一个字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是经过翻译或转译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时时跟世界往来，那么进行种种的翻译、转译的过程，我们不可避免这当中会经历冲突，会经历差异的比较，会经历妥协、要柔和。但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其实是共生之后的文化重构的结果。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汉学，我就会非常希望如果最后可以跟年轻学人讲几句话的话，我会非常希望他们可以一同来从事这一场这个以现在来说，我们站在最好的机会跟最好的位置来谈这一场跨地域、跨语际以及跨领域的新世纪的人文学研究。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国际汉学平台事实上 在台湾，它可以正好可以作为中国文学研究、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平台。对啊，这样说不定就可以像郑老师说的，它会更加的宽阔。对这个世界更变得更大。是，谢谢。好，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郑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很重要的议题啊，特别是他自己的这个学识历程，绝对有值得我们年轻朋友参考学习的地方。然后对诗韵传统也在陈思湘老师的这个基础上扩大，变成一个抒情的体系不只是一个传统而已，而这个体系是不断的这个变动再生。那对汉学这样的一个国际汉学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也引进新的想法那也同时呼吁年轻朋友来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如何把学术作为一种职业这样的一个想法继续发挥下去。谢谢张老师。